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到处都是圆圆的、暖暖的，就像在一个大大的气球里。这里有点黑，但是我并不害怕，我能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。哦，那是妈妈的心跳。在和妈妈见面之前，我像小鱼一样在海洋里幸福地游来游去。在这个温柔的球球里，我感觉舒服极了。我一会儿跑到左边，一会儿跑到右边，有时我还会踢上几脚，妈妈叫道：“哎呦！”有时我会吃手指，还有时我会把自己缩成一团儿，就像一只躲在壳里的小蜗牛。哎，我听见了什么？哦，人们说这是音乐，真是太美妙了。妈妈常常把手放在肚子上，我能感受到她的爱抚。我能感受到他的爱抚，他还会对我说些悄悄话，那声音又轻柔又好听。妈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他会非常爱我吗？非常非常爱我吗？他会给我唱摇篮曲吗？会给我讲故事吗？慢慢的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。对我来说，妈妈的肚子里变得有些拥挤了。嗯，是时候出去了。妈妈，再用力，使劲儿，再加把劲儿。我顺着一条隧道往外滑，慢慢地向亮光接近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我终于出来了。妈妈把我拥入怀中，虽然我现在还看不到她，但是耳畔传来他的声音：“欢迎你，我的小宝贝儿。”